關於我個人的密切嗰啲案件咧，我想大家好清楚知道咧，我喺一月嘅時候，我已經將所有關於呢啲嘅事情咧，係全權授權咗係俾律政刑事科，對唔住，刑事檢控科專員嘅。咁所以咧，我係唔知情，完全唔知情，亦都完全不會參與。